和辛德拉一起用闪闪发光的凯莉指甲做美甲店的小游戏，开始吧！啦啦啦啦！今天呢，我们美甲店上了新商品，有辛德拉的，还有露西的，什么都有呢。可是为什么没有顾客呢？一个都没有吗？都去哪儿了？顾客，顾客，快来啊！赞赞，新商品上市哦，快来啊！那那那那那，这是什么？没见过呢。美甲店，哇，貌似新开的，马上就要去旅行了。指甲怎么这样？指甲也得魅力十足。这个怎么用？怎么回事？按就行吗？哇，有西瓜的，还有艾丽的，凯文的也有。哦，辛德拉的也有啊！当然当然当然的有，最近人气最火的明星小叔叔，还有全身的。不错不错不错，最适合夏日的设计，我最喜欢这个。来了来了，有客人来了，耶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样式已经选完了呢。啊，在这里把手伸进去就可以了吗？你好。你好，顾客，您叫什么名字？名字吗？我叫露西。哦，真好听，你选了小露西的样式，对吗？是的是的，小露西的。好的，那么现在美甲开始啦。客人，这只手美甲完成了。哇，我来看看。哇，这么快，短时间内果然是闪闪发光的美甲店，跟说的一样，闪闪发光，漂亮漂亮。另一只手你也要做吗？好，另一只手吗？当然要做啦，噔噔。这只呢，给你做毛毛样式的。顾客，这只手也美甲完成了。哇，果然很有感觉，很喜欢橘色，也很喜欢这个图案。现在旅行准备完成，不过还有什么别的样式吗？哇，这个漂亮，这个明天要做这个。哇，艾莉好可爱呢。下一天呢，这个。再下一天呢，这个凯文会做的，我不做。下一天呢，再想想啊，这是最后一个吗？哪个好呢？哪个好呢？啊，样式真多。啊，辛德拉真漂亮，我真的很喜欢辛德拉。真的吗？怎么回事？指甲是我给你做的。辛德拉，你为什么从这出来了？好好好，既然辛德拉来了，这回我给辛德拉做个美甲吧。漂亮吧？很漂亮。辛德拉给露西做了漂亮的指甲是吧？所以现在露西也给辛德拉做。打开这个。有辛德拉小贴纸，还有修指甲的工具。哇哦哇哦，辛德拉怎么样？一只手已经完成了，完成了，我很满意，很喜欢是吧？另一只手也要做吗？是的。哦，好的，好啊。
请给我做得漂亮点哦。好的。闪闪闪闪亮亮亮亮闪亮闪亮亮亮亮闪闪闪亮亮亮闪亮闪亮，这样一闪一闪的指甲，露西和辛德拉都做了呢。辛德拉还满意吗？特别满意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产生了自信。自信，辛德拉因为做了指甲有了自信。朋友们，什么意思？我貌似理解了啊啊！我们美甲种类不是很多吗？我们每天每天都尝试不同的样式，如何？明天呢，希德拉做艾丽的、啊、黄色的艾丽。好的好的，那么露西也选一个，选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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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。朋友们也像露西和辛德拉一样做一个闪闪发光的漂亮指甲吧。一定哦，露西和辛德拉下一次也会给大家带来有意思的视频。朋友们再见。